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听一下 B&W 发布的最新款无线鼠甲音箱绯闻心度，厂家最新研发的无线传输技术，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做到了不损失不压缩，高音单元采用了碳涂层材料，中低音单元采用了800系列的中低音单元材料，外形参考了宝华805D3的外形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听一下这款音箱的表现。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。你知不知道痛苦想忘记谁？你知不知道，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你知不知道，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？你知不知道，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